啊，片头放海报。啊，啊，现在还在痛吗？现在还好，有一点头怪怪，但不到胃痛。头怪怪的哈、哦，那你看头有时候怪怪的，有时候不痛，有时候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好不好处理？好，这个是小 case， 我只能这样讲。绝对是小 case， 因为他那个症状一听就知道时好时坏，在我们的看法，这种时好时坏就是小 case 一桩了、啊，没有什么好说。那个就是会产生症状，一定是体香嘛。那他的体香在哪里？头部嘛。这里只要一揉，我相信他现在怪怪的，也可以立即改善，下手就能立即改善。那等一下就会痛，为什么又会复发呢？为什么？热能不足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按推完要强调温敷？那如果它反复越频繁，就是属于怎么样？热能不足引起，那就是比如说它是局部头痛，那就是轻症。那如果它频繁发作，就是轻症中之重症。处理的情形我们辨因有讲，重用热源为主，按推为辅，有没有？所以这时候他应该是强调内外热源为主，然后按推怎么样为辅，也就是他痛起来就先推一推，舒服了赶快继续温敷，让热源进去就能解决你的问题。因为你从果解症，小病就变大病，那从因解症，就是即便这种在我看法是小 case， 你们也以为是大病，在我认为这个是绝对容易解决，而且完全可以根治。检查出来，不用检查出来的那个还是果啊，那个没有什么影响。那我们从因解症要不要检查的报告？不要，不要，因为我们的因是体香跟热能不足，那检查报告能不能检查出热能不足来，或体香来都不行嘛。所以他的检查报告对我们有没有参考意义？一点意义。快要痛了就是先按呗，这里那么多自宫啊。先按，拿一个帮他按一下，你们要不要看？这个两三分钟就解决了，真的是小 case， 还把它想成那么严重。来，这个好，我们就先做给大家看，这个应该不难。我说的哈、哦，小 case 就是按下去马上可以立即改善，即便说没有办法完全消，但起码症状会立即改善。好，这个点。这里痛不痛？痛。这里就是你的问题。好，那你忍一下，我十五下，那你也开始数哦。好，跟我一起数哦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好。那这一边你再看看，这里痛不痛？这一边就还好哈、哦。啊，这里呢？这里也还好。这里呢？这里也还好。所以你整骨下也没啥问题耶。这里靠耳朵这一点是吧？啊，这一点稍微痛。啊，那就从你比较会痛的稍微给我几下。好，那另外一边，哎，对，这也是这样。好，这里痛不痛？痛。好，也是数下。好，你也开始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好，那我们再来检查下面的哈，这一点痛吗？这一点还好哈，啊，这一点呢？这一点痛，哦，好 ，OK， 啊，这里呢？
哦，所以真正痛就是这一点喽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他枕骨严格讲，一边只有都痛一点，如果分成四点，都只是一点在痛而已。好，这样就揉好了，这样不需要，因为他这个是算轻症啊，所以也不需要揉得太久。有没有效？这样就知道。好，你可以起来稍微看看。感觉怎么样？比较轻了哈，是不是比较舒服了？确定哈。那揉完一定要怎么样？接下去要怎么样？温敷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会反复发作，就是热源不足了。所以它平常应该怎么保养呢？这里随时都要温敷。后面枕骨下缘，那可以用软软包，用丝巾把它包起来，或是我们这里也有这种袋子，你们可以用。了解，他睡觉的时候，我头部也有体香，你们看我白头发不是没有阴的，是吧？所以我回去还是怎样，我睡觉一定是一个软软包放在枕头上面，就是温敷。你学我，啊、哦，是吧？他白天开始喝姜汤，不要吃西药，哦，这样久而久之，你这个绝对可以好。国中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痛。好，我跟你们讲哦，不会因为他得病时间很久。就算重病，我们的重病不是因为他得病的时间长短，而是要看他是不是偏全身性的。哦，他只有局限在头部，那就可以确定那个是偏一个怎么样局部的。哦，局部还不是很严重。那再来，他发作频繁，就是属轻症中的重症，轻之重。啊，发作很频繁嘛，所以说轻之重嘛。这个就是因为他发作频繁，但是如果他懂得要温敷，哦，随时把体香揉开，这个是可以完全根治的，完全根治哦。